Bossa Nova 的曲子。那这样子的音乐跟这样的乐团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少了一个什么东西？你觉得这样的乐团应该会不会觉得还有一个歌手，然后听起来才过瘾，对不对？就是你可能会想象，就是有没有人听过 ？OK， 大家都知道，有没有人听过Nat King Cole， 或者是 Frank Sinatra， 或者是 Ella Fitzgerald， 像这些有名的爵士，或是 Billie Holiday， 不是唱歌那个好乐迪 Holiday， 是 Billie Holiday， 就是一些这些很有名的爵士的歌手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他们都非常喜欢，也经常跟这样子的乐团合作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这个重金礼聘，重金礼聘。当然，我们这个组成呢，里面有音乐系的同学，也有不是音乐系的同学。那音乐系的同学可能平时都演奏古典音乐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样的音乐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用另外一种不同的语法来演奏。那本来就不是音乐系的同学，他们演奏这样音乐，他们心里就觉得非常开心，这样子。那接下来这位是音乐系的同学，他的主修其实平时是声乐，就是比较正式一点的音乐。但你想，这是两个不同的开关，就好像你平时在看新闻频道，突然要切到这个偶像剧，感觉是一样的，所以这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难的，就是两种不同的唱法，好像你英文讲一讲，突然要讲台语，再讲英文，再讲台语，再讲英文，再讲台语，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。那接下来呢，他不喜欢人家介绍他的本名了，我知道，他今天穿了一件很可爱的 T 恤，那我觉得 T 恤上的那个人跟他一样非常的可爱，我们来，你怎么自己先笑场？好，我们来用掌声欢迎我们的大鸟小姐。好，那她今天穿一件非常可爱的衣服，然后先跟大家说一下话，都我一直讲，你讲一下好不好？别一直笑。大家好。好。我有练啊。我知道。你要介绍，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接下来要唱这是什么曲子？然后你的感觉是怎么样，好不好？跟大家讲一下。我要唱的是叫做 It's Only the Paper Moon， 就是指月亮啊。然后我觉得很难，因为这实在是跟那个所学相差甚远啊，所以就希望粉丝喜欢它。好，我们掌声欢迎派大星。